大家早上好，美好的一天又开始干活了，干活了。今天上午啊，在那湖面上挂了一个抗裂沙浆哈，在那湖面上，风景优美，公鸡没有。我是一个粉刷匠，粉刷本领强，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很漂亮，刷了房顶又刷墙，刷子飞舞忙，哎呀我的小脾气变呀变了样。糟了糟了，兄弟们，今天中午没有带菜来，我在外面去买的菜哈。今天中午没有带菜呀，刚才我在外面去买的榨菜了，双口下饭菜。本来今天早上才炒起的哈，我就穿上带去，装在那里，他忙什么的，头发一梳啊就跑了，所以说就没带菜，搞忘了。来，搞饭，把饭先舀起。那我买的两包啊，有包下饭菜，有包萝卜干，还有吃哪个？都吃哦，不可能吃高个哦。麻辣麻辣的哈，多煮一点。现在旁边的辣。它名字就是下饭菜，吃着好吃啊！还有萝卜干儿啊！不忙了，真的，你走嘛！我给腌嘛，看萝卜干儿。哎呀，不是，你还没吃完就想到那下子。口味不一样噻。你们那个给接待。今天现在起来就会喝水，都可以。早上我还以为一提一提的，这个忙是忙的，说跑就跑了。一般头发一梳一就得跑，我叫人东西拿起，我走的前头。我们那是有点提，那个叫人没我说。我每天上班啊，还是都忙的。早上6点钟就开始上班，5点钟起床，5点半呢就开始出发。要早晨起来简单吃冷饭啊，面条那些，急急忙忙的吃着就走。来按钮的话，老板就说哟，因为我们做的电工哈，大家都知道哈，端了老板的碗，交付老板管，是不是？你混的太多哟！哎呦，儿子，那啥子好吃？吃啊！萝卜干榨菜拌到饭里面，今天买的香草都成功了。萝卜干3块，榨菜呀3.5块。蛮贵的吧？我觉得以前最早我是真的才1块多吧。块多也像5角钱一包，以前那榨菜弄些个包包6角钱包，角钱包。你的嘛，我们那几年在福建那几年才1块多起来的，才1.8块一包的。都涨了。炒起的下饭喽，现在炒起了，麻辣麻辣的啊，脆脆的感觉。我也不要看到了，还要没有下了？你好，不了油啊。
还能。吃饱没有？吃饱了。还可以吧？还可以，好吃。嗯、今天中午去江滩吃人哈，早上确实搞完了点菜，买了3块钱的啊萝卜干，3.5块的榨菜，好吧，实在刮干净，肚子也吃饱了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在这里哈，大家拜拜。下午继续挖那个坑的沙姜哈。晚上回去买好吃的补起哈。要的。晚上回去买个猪脚给我补起哦。你还想着美呀，给买个猪脚。